这边是肾脏跟大腿，啊，那是肠道，啊，那这些是淋巴，这是脑下垂体的地方，啊，所以我们本身来看，那这个灰白色的，灰白色的这个呢，就代表我们的体质寒，啊，还有代表它动脉血管比较老化，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呢，你本身来讲，只要你懂得怎么样把肠道清一清，把寒排一排，其实你的身体会还可以的。但你这个胃有点不好，这边有直直的，这个胃也是跟脑部会有问题。看看左眼呢？左眼看一下。啊，左眼一样。你这种黑点，淋巴的黑点比较多，这边也一样。我们相对应的跟那边相对应的。这边属于子宫泌尿系统的问题，肾脏的问题，啊，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，这边在哪里？这个是属于在肩颈，啊，肩颈的地方，这边属于在心脏的地方，啊，所以我们一看，那这个跟睡眠有关系，睡眠品质比较差，那这里面有黑点，这代表肠子，这边是升结肠的地方，这边也是斜斜的，所以这个未来也是比较要注意的，这边也斜斜的。啊，这个是跟未来的脑部也有关系，那这个都比较寒，所以这个比较寒要怎么样的去把这个寒排掉啊，这是很重要。嗯，好，那个给他测一下身体哈，这个虹膜是完在身上。